千辛万苦不怕累不怕痛，怕肚子大鼓就当风霜雨露是对我的祝福。我不会认输更不会痛苦，天天忙忙碌碌我也不在乎。我不会孤独，我翩翩起舞了也会伴随我脚步。是快乐的小狗，追逐我幸福，每日风雨无阻，天天笑天天无虑，无忧是上天赐的礼物。我是快乐的小狗，追逐我幸福，每日风雨无阻，天天笑天天无虑，无忧是上天赐的礼物，最后还有一块骨头，是最美好的小幸是我呀。咦，是你？你来干什么？有来要签名吗？嘿嘿，不是，我这次来是想问你要香水的。什么？香水？哎，就是那种一涂上去就可以让月亮狼的味道都消失掉的香水。啊，我没那种香水。真的没有吗？没有，绝对没有。那看来我得让他们向你亲自要咯。嘿，哼，哈利伯伯，你偷我们的香水我也不和你追究了，反正我们现在也不需要那种香水了。可是你为什么要偷我们的金麦克风呢？啊，金麦克风？你少在那装蒜了，你明明知道那个金麦克风是我们 Rainbow 乐队的命根子，没有了它我们唱歌就不好听了。没错，你一定又是想利用它来勒索我们。没有啊，什么金麦克风啊，我见都没见过。什么没见过？那天晚上我们的金麦克风就放在我们的香水的旁边，你偷走香水的同时一定是把我们的金麦克风也给偷走了。没有，绝对没有。哼，哈利伯伯，我警告你，如果你乖乖的把金麦克风交出来我们就算了，否则我们要把你的秘密宣传出去，让你身败名裂。我有什么秘密啊？哼，你还想隐瞒吗？你就是那个幻影盗贼团啊。哈利波波，你也太贪心了，偷了别人香水然后又去偷别人的金麦克风，实在是说不过去哟。你还是赶快把那个金麦克风交出来吧。真的没有啊，那天我只是偷走了他们的香水，根本没有见到什么金麦克风，这怎么偷呢？你肯定吗？我肯定。你发誓？我发誓。 OK Bingo。 Yeah， 他承认了。啊，这就是你的罪证。那天我只是偷走他们的香水，根本没有见到什么金麦克风。你们卑鄙，竟然偷偷录音。哈利波波，再卑鄙也不如你卑鄙呀。嗯，
你还是赶快自己去自首吧。没错，去自首吧。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哈利波波，你应该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吧。啊，这也被你们发现了？当然，谁叫我是聪明的阿迪呢。哎，没想到这次会栽在你这个小孩子的手里。哈哈哈，栽在我手里不算冤。赶紧把你的兄弟叫出来吧。好吧，那你们在这里等一下。不行啊，我们要跟你进去，免得你又耍什么花招。好吧，那你们就一起进来吧。出来吧，弟弟，我们的秘密已经被发现了。弟弟，嗯嗯啊啊啊啊啊弟弟啊啊啊啊啊走狗给他跑了，他一定还在这个柜子里，我就不信找不到机关。我们一起找机关吧。好。嗯，真是一群笨蛋。放我们出去啊！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抓住我们了吗？真是太天真了。大哥，我们怎么处理他们？哼，把这个柜子锁起来，然后丢到大海里去。这样我们的秘密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哼，谁说没人知道？豆豆已经去找皇家警察抓你们了。啊，你说什么？怎么办？哈利波波，你在家吗？你在吗？啊，咪咪。原来不是警察，你先躲起来，我们见机行事。好。哈利波波，你在吗？在家吗？哦，小妹妹，你找我吗？是啊，哈利波波，我终于找到你了。你不知道，我可是偷偷溜进这里来的。哦，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是来找你要签名的。哦，要签名？没想到你还是我的 fans。不，我不是你的 fans， 可我的朋友是你的 fans。哦，你的朋友？你的朋友是谁？他就是阿迪。啊，阿迪？哎呀，我……哎，虽然他从来都不喜欢和我在一起，可我是很喜欢他的。只要他开心，我就开心。这次我是特地来为他拿签名的。如果他得到你哈利波波的签名，一定会很开心的。我就喜欢看到他开心的样子。咪咪，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哦，那你就进来吧，我帮你慢慢的签名。啊，太好了。不过为什么要慢慢签名呢？咪咪，你快逃，快逃啊，快逃。这不是阿迪的声音吗？阿迪，是你吗？你在哪？咪咪，你快逃，咪咪，你快逃，哈利波波是坏人，你快逃啊。你说什么？哈利波波是坏人？快放开我，你干嘛要抓住我？啊，
咪咪，咪咪，你没事吧？我没事。阿迪，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是来调查的。我们发现哈利波波就是幻影盗贼团，就想来他这里找证据，结果一不小心被他装到了这个大柜子里来了。啊，原来哈利波波就是幻影盗贼团啊！早知道我就不来问他要签名了。咪咪，你对我真好，竟然偷偷的为我来拿签名。阿迪，只要你开心就好，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喜欢看到你开心的样子，好感动啊！阿迪，咪咪，阿迪，行了行了，你真的当我们两个是隐形的呀？啊？嘿嘿，你们两个马上就要去海里喂鲨鱼了，还有心情在这里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大哥，我们还是赶紧动身吧，不然就晚了。好，我们这就走。啊，怎么又来人了？一定是豆豆，豆豆快来救我呀！救命啊！救命啊！豆豆，哼，又是那个豆豆，你一天到晚就想着他。怎么办，大哥？怎么办呢？救命啊！你们要是再敢叫，我就把咪咪给干掉。不许吵。谁呀？哈利波波。有什么事儿吗，福尔摩西先生？你被逮捕了。啊，这是逮捕令。啊，我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幻影盗贼团。你们有什么证据吗？当然，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才会申请逮捕令的。你还记得上次我来问你要签名吗？我这次来就是想找你。找你要个签名？你以为我真的是想问你要签名吗？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其实我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得到你的指纹。啊？因为经过我细心的调查，我发现幻影盗贼团的作案地点总是和你们的马戏团表演的地点相吻合，所以我一开始就怀疑是你。那天我来问你要签名，其实就是想套取你的指纹，然后再和幻影盗贼团犯案时留下的指纹相对照，果然证明你就是幻影盗贼团。哈利伯伯，你真是太让我们失望了。哼，枉我们平时这么喜欢你，真是有眼无珠啊。从作案现场的指纹来看，你们幻影盗贼团应该是两个人。啊？另一个在哪里？这个……快说快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哎，他就在里面，你们跟我来吧。哎呀！什么？你们两个竟敢拒捕？看来我们博物馆双龙又要出手了。没错，我苦练了几十年的雷霆半月斩，今天终于可以发挥作用了。变！变！冲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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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用武器？
不算是英雄。不是吧？又被搞定了。哎，我就知道这些守卫一个比一个逊。真是浪费我们大家的表情啊。不，都是那两个大坏蛋，太狡猾了。把他们一起塞进去。咪咪，你没事吧？阿迪，我没事。我终于见到你了。你这两天过得怎么样啊？我好想你啊。趁着现在人不多，你就和我聊一下你这两天的情况吧。啊，这样还不算人多呀？没事的，反正黑乎乎的都看不见。大哥，我们这样出去可是很容易被发现的。这还不简单？难道你忘了我们会隐形吗？哦，现在我们分头行动吧。是。关闭大门，任何车辆不许出入。快把大门关上。是。哎，站住！别跑！站住！大家快上车！快抓住他们！马上停车！
们已经被包围，赶紧投降！快投降！快投降！啊，怎么办，大哥？我们该怎么办呢？不用怕，看我的！嘿，我们是绝对不会投降的。如果你们不让开，我们就要开车冲出悬崖。反正我车上有这么多的人和我们同归于尽。你们让不让开？哼，好，好。不，不要，人命最重要。那你们赶紧给我让开。不行，不能让。哎呀，豆豆公主，人命是最重要的，你可不要瞎指挥呀。不用怕，警察叔叔，你看，我们的人都在木箱子里，就算摔到海里也会浮起来的。哈利波波，有本事你就开车冲下去呀，看看是谁先死。看来我们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才行了。好。哎呀，我是叫你向前冲，不是向后退呀。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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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救命啊。大哥，我们还是投降吧。把他们抓起来。是。你们豆豆，你终于来救我了。哼，我不理你了。哎，豆豆，这是误会呀，一场误会呀。不怕，阿迪，他不理你，我理你。豆豆，你等等我，豆豆，豆豆，豆豆啊！昨日美好的时光，转眼已落幕，夜已黑，天已亮。我点起蜡烛，勇敢跨越山谷。寻找幸福，踏上未知的旅途，我千辛万苦，不怕累，不怕痛，怕肚子打鼓，就当风霜雨露是对我的祝福。我不会认输，更不会痛苦，天天忙忙碌碌，我也不在乎。我不会孤独，我翩翩起舞，老爷会伴随我脚步。我是快乐的小狗，追逐我幸福，每日风雨无阻，天天笑，天天无虑，无忧是上天赐的礼物。我是快乐的小狗，追逐我幸福，每日风雨无阻，天天笑，天天无虑无忧，是上天赐的礼物。最好还有一块骨头，是最美好的小幸福。
千辛万苦不怕累不怕痛，怕肚子打鼓就当风霜雨露是对我的祝福。我不会认输，更不会痛苦，天天忙忙碌碌我也不在乎。我不会孤独，我翩翩起舞了也会伴随我脚步。我是快乐的小狗，追逐我幸福，每日风雨无阻，天天笑天天无虑，无忧是上天赐的礼物。我是快乐的小狗，追逐我幸福，每日风雨无阻，天天笑天天无虑。